大兄弟，找啥呢？我丢东西了，丢啥了？我包丢了。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包啊？你说说，这包里装的是啥呀？ 别着急，你就说里面是啥就行了，啊？钱？嘿嘿，错不了了。大兄弟，你掂掂，里面少了没有？哎，一分不少。大爷，我还有事儿。 那我先走了。你忙你的，下回注意啊！奶奶，俺娘说，上次这个院里头，我忘了把碗还给你。俺耗子成大孩子了，都能帮娘干活了，是吧？<笑> 俺爹让俺问问，俺爷爷啥时候回来，晌午了给俺们去接头。是啊，大爷也回来了，奶奶去叫你。啊，嗯，慢点走。知道了。 这是哪里的？大爷，知道吗？啊，大爷，出啥事儿了？嗨，这年纪大了就不中用了。嗯，我找人去，你赶紧看看吧。我那钱装在一个布包里，布包我给丢了。 你说说，啊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当时咋就没看出来呢？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我看这人呐，跑不出这三村五里的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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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 我爹这是怎么了？严不严重啊？目前老爷子病情还不稳定，需要住院观察治疗。爹，爹，你这是咋的了？你这是咋的了，爹？爹，我听庆祥叔说，你把钱给弄丢了。 你们别着急，这事儿啊，都怪我。当时那些钱是我捡到的，可被一个人给骗走了。你们别着急，那个人的相貌我都记得，我一定把那个人找到。
把钱要回来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啊。爹，你也真是。要我说，捡了那些钱，咱就不应该在那儿等。您说那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换了我，没人能从我手上把包拿走。嗯，是。要是你捡着了吧，谁都拿不走，就那失主啊，哼，都拿不走。那我说你啥意思啊？现在咱上哪儿找那人去？爹也说了。这三村五里都没见过那个人，万一他不是咱这片的呢？这事儿谁能说得准？爹，您也真是。您说您非去看那个热闹干啥？再说您也知道自己受骗了，丢那东西又不是咱自己的，您干嘛跟人家说那话？您就不能说？咱爹呀，能有你那心眼多呀？你说啥呢？你啥意思啊你？行了行了，你爹一辈子了，你们是不知道啊。当包队干部多少年，沾过人家一分钱光没有。金凤小的时候，家里穷的呀，都揭不开锅了。我就从生产队拿了两个红薯。寻思给孩子垫吧垫吧，被你爹知道了，死活让我给送回去，说公家的光咱不能沾。那时候看着孩子瘦得皮包骨的，现在想起来都掉两眼泪。行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们快回去睡吧。这事儿啊，你们别掺和了，该咋弄我知道。好吧，今天晚上你是和爷爷奶奶一块睡啊，还是回你那睡啊？爹，让他回那院睡吧。啊，走了。走了。爹，我们走了啊！爹，我们走了。我怎么就不能说话了？要我说，咱爹就不该管这事儿。你瞧着吧，又好瞧的。行了行了，你这不当干部了，我心里还好受点儿。你说你这些年当干部，啊，帮衬了多少人家啊？不管是谁家的大事小情。你都顶在头里，我也不好怪你。可是今天这个事儿，你懒得没道理呀。那要依着你，我就昧着良心说没捡着。你拿不出，就不要说了。反正又不是你偷的，你抢的，你骗的，你怕啥呀？我怕晚上睡不着觉。
老陈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也是刚听说。按说吧，这个事儿应该啊，当做拾金不昧的典型去表彰。谁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是不是？放心，你也是多年的老干部了，思想觉悟高是出了名的。咱们的关系也这么多年了，你是什么人，我还不了解吗？是啊，可这件事儿我办的有点冒失了。这事儿也简单。你不说那个人推了一辆二八自行车吗？嗯。这年头二八自行车啊，在咱们镇上也数得过来。回头呢，我让下面的人啊去查查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哎，那好，张所长，那这事儿你就多费心啊。哎，对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在路上捎带的。哎，老陈啊，咱们可不行这个，家里还有孩子，给小孙子呀捎回去。那是，是是。放心吧，老陈，这事儿啊本来就应该交给我们处理，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。你也别着急，有了消息我让他们通知你。好，那，张所长，你留步啊。哎，拿回去，拿回去。护士，哎，这病房那个老人呢？哦，他出院了。家属说家里边实在是困难，强烈要求出院。今天上午刚办完的出院手续。老哥，你有没有听说？有一个人捡一个布包啊，没听说谁捡到的。爷爷在他经过的每一处村庄打听着，丝毫没有线索。然而，后来发生的事，一件件侵蚀着我们的生活。这个平静的家庭从此变得不再安宁。大爷在家呀？哦，是你们呀？恁是？啊，俺们是龚家庄嘞。哦，快，那快进屋。好了，出去玩去吧。
快进屋。老哥，现在还好吧？啊，一时半会儿的，可能也好不了了。现在家里没钱了，也住不起医院，在家里炕上躺着呢。本来这半拉身体就不能动，现在吃饭喝水都费劲。都怪我呀，把老哥给害了。俺爹也是命苦，这一辈子给村里当会计，从来没有沾过公家一分钱的光，村里人都特别信任俺爹，就一直想着干点啥能挣点钱。这不后来听说河南滩这边加工自行车零件赚钱了，俺们十二家人拿了420块钱，420块钱呢。俺爹兴冲冲的就来了，那谁知道到这儿就栽沟里了。别说赚钱了，连本都搭进去了。你们也别太难过了，这两天你大爷正忙着帮你们找，兴许过两天就找着了。大娘，那要是万一找不回来呢？万一找不回来，可咋办呢？要不，你们在这吃了饭再走吧。是。不了，不了，大娘。俺们这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了呀。过来，快起来！这是干啥你？起来，快快起来！你们行行好吧，我求求你们了！听大爷的话，快起来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这是干啥呢？回去好好照顾你爹。过两天我看老哥去，这钱肯定会找到的，放心吧。没事吗？会让他们给摘上？都是些啥人呢？你吼啥呀？坐那儿。咋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是，俺们是捡着钱了，让别人给骗走了，和俺们也没关系了。反正俺们没把那些钱给昧起来，那他们来找咱们啥意思呀？啊，还找我们啥意思呀？他，爹，别搭理他们。这些人都穷疯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沾上。咱们呀，好好过咱们的日子，不能让他们把咱们的日子给毁了。您说是不是？爷爷没有说是。也没有说不是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，这不容改变。咱们镇啊，所有的自行车差不多都排查了，没有发现啊任何人有嫌疑的地方。你呢就别老往这儿跑了，再等等，一旦有了消息，我让他们啊
马上通知你。张所长，这事儿真让您费心了。应该的嘛。爷爷走村串巷，他找各村的大队，找了散在各村的亲戚朋友，但都是失望而归。爷爷早出晚归，他走的也越来越远，并且回来的也越来越晚，但是都毫无结果。怎么样了？事情有眉目了吗？派出所说呀，附近的村都查过了，都没有这个人。哎，这也很难说呀，要不就是没有问道，要不就是这人把钱给昧下了。他要真把这钱给昧下来，就是不给，谁也拿他没办法，是不？哎，对了，听说那家人找上门来了。派出所那边啊，还是没信儿。这三村五里的，我该打听都打听了，也让亲戚们都帮助问呢。爹，不是我说您，您自己也不想想，谁骗了一个布包还到处嚷嚷？我骗了一个布包，里面全都是钱。谁能像咱这么傻？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就显着你了是吧？咋了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咱爹现在一天天早出晚归的，这家里头这么多活都忙不过来了，全把心思放在外人身上。哎，找不找吧，这可真是大海里捞针呢。再说，就算找到人家了，钱花完了，你有啥办法？哎，你们等着瞧吧，麻烦事儿在后头呢。母亲说，麻烦事儿在后头呢。这事儿果然被他说中了，麻烦事儿说来就来。你的身体好点没呀？一直都不好。吃喝拉撒都在炕上，动不了了，总是哭，这嘴也歪了，正常的话也说不了了。这都不算啥，这老人病了，俺当小辈儿的就得伺候着，可是这家里的钱都被拿走了，全都丢了，这看不了病不说，吃饭穿衣的钱都没有了。您说这眼瞅着就快过年了，这可咋整啊？俺爹当时拿走的是十二家的钱，俺自己的丢就丢了，还有那另外十一家呢，人家也都穷得叮当响，这可让人咋办？现在这十一家人天天的堵着俺家门，倒是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吧，
可这心里边，自己让人受不了呀。你说的话，我都听着呢。这不，我家你大爷这些天呢，天天帮你们找钱，应该快了，啊？大娘，俺能看得出来，俺大爷是个好人。俺这是真没有办法了，这一天天的，这日子是真的没法过了呀。这两个龚家庄的人成了我们家的常客，他们有时会哭闹一番让你心烦，有时还说几句听起来刺耳的过头话。把东西放下，听见没有，把东西赶紧放回原处。俺啥也没拿。俺都看见了，在你袖口里呢。俺不该拿吗？俺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没法过赖谁呀？该就该你没法过，谁让你这么赖皮来着？算是老天爷开眼了，把东西给俺，给俺。俺爹他好心，还帮你往回找。要是俺，俺才不管呢。又不是俺丢的，又不是俺让你弄丢的，凭啥天天上俺们家来混吃混喝？还想拿？看你不要脸的，不找你们找谁去？不包是你们最后见到的呀。别难为他了。爹，爹，他拿咱们家手电筒。把东西给他。爹，咱们也得过日子呀。回你院里去吧，啊。家里有的东西，只要你们需要，都可以拿走。你公公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我造成的。要不是我把伯伯交给那个骗子，也不会有现在这些个事儿。你拿东西啊，我心里倒还好受点儿。大爷，俺们也不是坏人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们村里老会计家住哪儿啊？就在那儿，家里的人在吗？大爷。自从上次从医院回来，我爹就瘫了，现在拉屎撒尿的
全都在炕上。这外边都是来催债的，天天的堵在门口。这家里的家具、桌椅还有门板都让讨债的弄走了，这人要是能卖钱也早就分了卖了。你说这钱要是要不回来，年可就真没法过了。老哥啊，都是我把恁给害苦了。恁放心，我一定把钱给恁找回来。恁等着。好。乡亲们，当时是我捡到了那些钱，可被人骗走了。你们也别难为这家人，我一定会把钱给你们找回来。我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的大队长，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我说话算不算数。你就让他玩吧。玩啥呀？要让地下玩去，那都破了，他都弄烂，让你玩。爹来了。让你玩，不听我的孩子。哎，爹您坐。哎，我刚从龚家庄回来，他家的门板啊都让要债的人拆走了，那老人屎尿都在床上，那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也让你们受委屈了啊！我要不把钱要回来啊，爹就是死也咽不下这口气。爹，我也是为了咱家好，你逗我干啥？那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？爹，跑了一天了，吃饭了没？哎，行了，你们能理解就好。我回了，你能把菜都热好了。哎，爹，我送你。也许是爷爷的保证起了作用，老人的儿子儿媳没再来我们家，但之后龚家庄的村民却三三两两地来到了我们家，连女人孩子都带来了。他爷爷一大早就出去找钱去了，现在他不在家，你们在这等着也没有用啊。我们就是要讨回我们的钱，你们不还我们钱，我们怎么过年呀？啊，娘，还钱，你们知道啥叫还吗？我们欠你们钱了，我们啥时候欠你们钱了？你们凭什么要找我们来要钱？你爹捡了包了，他自己说的。他说让一个骑车赶集的人给骗走了，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，真的假的谁知道啊？乡亲们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们的尾巴露出来了，他们把我们的好心当了鱼竿废了。就是，对对，反正不还我们钱，我们就是不走。你说啥呢？你再大点声！瞧你委屈的跟杨白劳似的。这么着，你们选出几个代表来跟我说，其他人都离开这个院子。听见没有？都给我离开这个院子，出去！我们是借了你们的，我还是拿了你们的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欠你们的钱？爹，大家都别着急，啊，大伙儿的心情啊，我都理解。这马上要过年了，这家家的呀，都需要钱。你们放心，我一直都在找那个骗子，找到了。一定给大家有个交代。要是找不到呢？都这么长时间了。如果到时候还是找不到，这布包里的钱由我来还。天
老哥放心，这事儿啊，总有解决办法的。几十年了，没人这么说过我呀。我这大半辈子的名声，还不值那些钱。瞧你说的，老哥，你是啥样人我还不清楚，村里的人还不清楚。哎，老程啊，这事情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大妹子，听说过没有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找遍了周围的村村落落，没人提供给他真正有用的线索。爷爷所做的一切，彻底打乱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。娘，你这咋了？我想出去捡点柴火，这一早晨，哎，我打娘娘面那儿路过，看见老嫂子崴了脚，坐在地上，我就赶紧把她给扶回来了。这不，李大夫也紧跟着来了吗？谢谢程叔。李大夫，我娘这脚咋样了？我摸了摸，骨头没啥事儿，就是撑了筋了。我回去再开点膏药，估计得歇个把月才能下地。啊，谢谢李大夫啊。我送你。老嫂子，不是我说你，柴火没了跟孩子们说呀，你瞎跑个啥呀？孩子们忙，往常啊都是你大哥干这点活，这不现在他没时间呢。嗨，娘，哎，我爹呢？他又找那骗子去了。这是咋了？哎，我不管。咱娘现在下不了地，你就去给她做顿饭，可不行吗？爹咋不管？跑道挺远啊，连俺娘家人都知道这事儿了。俺娘说，赶紧劝劝您爹，这是傻了疯了。丢不丢人呐？丢人也不丢到外村去不是？娘现在都这样了，她还一天天往外跑。劝劝您爹。行了行了，咱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认准的事儿谁能劝得了啊？反正我不管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吃完了没？吃完出去玩去。哎。我这脚啊，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崴了，过两天就能下地干活了。你明天再往南找找，别老往一个方向找，啊。我们都能感受到爷爷的满心愧疚，但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，继续踏上了寻找之路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，在我们镇拥有自行车的人并不是很多，这本来是一条好线索。然而，
我爷爷顺着这条线的全部枝蔓摸过去，结果还是扑了空。年底前还款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转好的迹象。我知道你们也难，也没给过你们啥，咱家穷啊。也别难为你们，有多少我先借多少啊。让金峰给我写个字据。爹，您看您一家人说啥借不借着，您等着我给您拿。爹，这是35块钱，家里满打满算也就这些了。哦，你不是还准备了买手表的钱吗？把它添上吧，手表以后再买。你不说我还真忘了，看我这记性。爹，这是25块钱，本来是去买块手表的，你先拿着吧，谁叫咱家摊上这麻烦事了呢。拿张纸和笔，我给你们立个字据。爹，爹，您看您一家人还说啥借不借的，还立啥字据，让外人知道不笑死俺们。不，一定要立。爷爷东拼西借终于凑够了钱，他兴冲冲地来到龚家庄老会计家。
对不起大家，更对不起老哥哥。我说话算数，找不到骗子，这钱大家分了吧。大爷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不关您的事儿啊。这就是我的事儿，是我的债呀。老哥哥，错不在你，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能要你这个钱。人死债消，这个理儿俺们还是懂的。我们龚家庄没有孬种。对，我们龚家庄没有孬种。龚二叔说的对，我们龚家庄没有孬种。大爷，这钱啊您拿着。龚家庄老人的去世成了爷爷心里永远的一个结，他已经暗暗地把这一切当成了自己欠下的债。为了偿还这份压在心头的债务，爷爷再次踏上了寻找骗子的征程。转眼年就到了，而爷爷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。我始终记得那年家里过年的气氛，没有了往年的热闹，大家都被一种压抑情绪笼罩着。直到大年初二，从赵家铺回门的杨环来给爷爷拜年，给布包这件事也带来了转机。你看看，这个近道的没来，远道的都先来了。快，外边的进屋吧。是啊，不进屋了，大爷，咱就在这儿拜年吧。哎呦，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拜啥年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磕什么头啊？来了就有了，快吃糖，快吃糖吧。大爷大娘身体都好哈。好，好，好。孩子也来了。来了，在那院待着呢。我嫌他淘气，没让他过来。他大爷，年前那事儿还是没有结果哈。这不嘛，闺女回来了。他跟我说了件他们村里的事儿，我想着他说的那个事儿，可能对你那个事儿有帮助。大爷，这不去年您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也一直帮你留着心。俺赵家铺吧，有个人叫赵风亭，家里平时挺穷的，欠了一身的窟窿。可前些日子吧，葬了他娘，也不知哪来的钱，
竟然给老太太做了口松木的棺材。据说老太太临死之前缠饺子，他们竟然一连三天让老太太顿顿吃饺子。赵风亭，哎，对了，他家有自行车吗？一辆大耳巴的自行车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他们家买不起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不是就算了，我还以为呀能帮得到你，你也别上急，往后有什么消息呢，咱这乡亲都替你留着心呢，毕竟这岁数了，保重身子要紧。是啊。那行，大爷大娘，俺们先过去了。哎，不不，就在这院吃吧，啥都现成的。是啊，啥都现成的。不了，大娘，我也刚出来，还有好几个门得走呢。啊，俺们先过去了。慢走，慢走啊。没有自行车，那他就不是爷爷要找的人，这条线索等于又断了。不过爷爷多少有些不甘心，于是在初六那天他去了赵家铺。我哎，大兄弟，那个赵家铺村咋走啊？啊，往前走，往右拐就到了。哦，哎好，哎好，大兄弟谢谢啊。哎，你慢走。哎，好好。老哥，打听一下啊，咱们村那赵凤亭家住哪儿？赵凤亭？哎，咱这村上个赵凤亭在哪儿住的？哦，就是这个年前他娘死那个赵凤亭吧？对对对。哦，就在那个前面那个胡同里边有个大枣树，到那都到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啊。家里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谁呀？哦，我找赵风亭，他家是住在这儿吧？他不在家。你找他有事儿吗？我就是问问呀，你家有没有人去河南滩赶集的路上捡到一个布包啊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没见什么布包，我们才不拿人家东西呢。我没说你拿东西，我就是问一下，你听没听说过，谁家有一辆大耳巴的自行车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啥都不知道。那你家男人啥时候回来呀？他去曲周南串亲戚去了，挺远，估计四五天回不来。怎么样？那是谁呀？是咱家亲戚吗？没有，找错人了。快进屋。
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没错，就是他。他那张脸呀，整天在我的眼前晃呀晃呀，从腊月晃到现在。哎，他现在嘴硬，他现在不承认。我早晚我让他承认，我早晚让他把钱交出来。我拖他去派出所，那全村人啊都那么看着，没人帮他说一句话呀。看来啊，这个人的人缘真不咋地。哎，要不是他比我年轻几岁啊，我非得把他拖到派出所去。可惜啊，让他跑了。哎，就算他跑了，可我总算知道他姓啥叫啥，他家住哪儿了。哎，这骗子找到了，你这悬着的心也总算可以放下了。是啊，以后的事儿就交给派出所。嗯，哎，对，我告诉老会计的儿子去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好，慢点。哎呦，娘。哎，我这咋了？骗子找着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找着了。爷爷长长的出了口气，这也让多年节俭的我们家见了欢心。这口气是那天的夜晚似乎有了特别的温暖和舒心。然而很快爷爷就发现肉买得有点早了。什么？哎呦，张所长，你们就这样把人给放了？他坚决不承认见过那个布包，更没有见过你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自行车。错不了，就是他，张所长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老陈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们是要讲证据的，当时也没有第三个人在场，这人证物证都没有，我们只能放人。那就让坏人这么逍遥法外了。张所长啊，我这一天天的起早摸黑的找啊找啊，我这家里家外没消停过一天，现在总算有眉目了。可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的把他给放走了，就我明白。可这赵丰廷啊，也是难缠的主，他就是不承认，谁能拿他有什么办法？你说你干哪门子好事儿？都说这好人有好报，咱家咋没有啊？现在可好，人家棺材也买了，肉馅饺子也吃了，钱也吞了，人倒给放了。闭嘴！你这病刚好，你这是又去哪儿啊？你可别管了。你的布包，你就别烦我们了。哎，我说。
说你这人咋回事啊？你这堵在我们家门口，这算咋回事呢？行行行，我这还忙着呢，你爱咋地咋地吧。人呐，做事真讲良心，他不觉得亏心吗？他睡得着觉吗？你就不要跟我们过不去了，好不好？又不是你的钱，你要再跟着我，我就跳下去。你别下来，你再跟着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一直沉默的父亲去了赵家铺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赵风亭家的。有人吗？这是赵风亭家吗？我就是。你是？我是河南滩的。你就是用这个铁锹拍的我爹吧？哎，你别乱来！父亲走在去派出所的路上，他的肩上扛着已经成为凶器的铁锹，在他背后，赵家铺的许多人都远远地跟着，一直把他送到镇派出所。多年之后，父亲的行为被描写成一个英雄，父亲不以为然，但人们对我父亲的印象却大大改变。去派出所打听了，赵风亭腿断了，住在镇卫生院，卫生院没有做手术的条件，叫了县医院的救护车，可赵风亭坚持不转院，要是不做手术啊，咋样啊？这腿可能就残了。他这是啥意思呀？
就是想让俺们坐牢啊。我也打听了，像这种情况得判3到5年呀、啊、那得救孩子呀，无论想什么办法救救孩子。他这是想要俺们的命啊。大夫，赵红婷在哪个房间？您稍等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在11号呢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都在呢。这次来啊，一来是看看我的大兄弟，二来我为我那不懂事的儿子给你道个歉。他年轻一时冲动，现在啊后悔的要死，该惩罚他的都惩罚了，你好好养伤，你药费我全包了。那个不包，可能是个误会，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这老眼昏花，看错人了，冤枉你们了。给你们赔不是了。您见着赵风亭了？他伤得咋样啊？医生说呀，再不转院就真的残了。那东西他收下了？那他松口了吗？老哥，有什么不痛快的，跟我说说吧。
定是他拿走了钱包。我没看错呀。对呀，你没错。那他咋就不承认呢？这事咋变成这样了？老哥，这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儿，老天肯定会给你有个交代的。爷爷后来又带着礼物去看了几次赵峰亭，但一轮轮的外交都宣告失败。他算什么东西呀？四盒点心，六斤油条，还有大枣、红糖，喂狗狗还得叫两声呢。那赵峰亭就那么不想让俺们好过呀？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孩子，这咋回事啊？咋说话就到眼跟前了？咋回事啊？派出所咋放你出来了呢？那所长跟我说啊，赵峰亭同意转到县医院，县医院检查说伤势并不重。那赵峰亭还主动让家人找到派出所，告诉民警已经达成了和解，所以啊就把我给放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还算他赵峰亭有点良心。这些日子咱爹可没少往他那儿跑。哎，他们没打你吧？他们给你饭吃没？他们家里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这里边的钱啊，俺们花了一些，但包没丢。这钱呀，都花在了孩子他奶奶身上。那天，俺们家冯婷借了孩子他三舅的自行车来河南滩赶集，想着是要买些红薯，还带了一个口袋。可是骑到半路，突然发现口袋不在车上了，他就掉头回去找，没想到被大爷当成丢包的人了。他没想骗大爷你，只是他想到了自己的娘。俺们从来都没有做过亏心事，要不是孩子他奶奶临走前儿就想吃顿饺子，老人家这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开过口要过东西，俺就跟俺娘包了几顿饺子，办了办丧事，心想着吧，把这钱攒够了俺们就还上。可是后来这钱啊就剩这些了，俺们怕是还不上了。不用还，不用还啊。大哥的腿你尽管花钱治，可别心疼钱落了个残。花多少钱俺们挺着。不，不用，俺们凤婷说了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，怨不得谁。大爷大娘啊，有话你尽管说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是是，大娘，大
大爷，俺们孩子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，就是不想让孩子因为他爹干了这种事儿。这钱啊，一分一厘都没有花在孩子身上，一分一厘也没有用在别人身上。好，你放心，放心吧。啊！谢谢大娘，谢谢大人，谢谢你们。事情到此，仿佛已经得到了解决，龚家庄人的债务最终得到了偿还，而赵凤婷一家也没再和我们有任何联系，曾经笼罩我们家的乌云彻底散去，生活又回到了平静之中。哥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在我身上啊，还欠着一条人命呢。